欢迎大家收看宝生大帝助孕帖，我将为大家解答生育相关的疑难杂症。正向备孕四大幸运指引明灯：第一，多了解备孕相关知识；第二，夫妻之间多交流，互相支持；第三，正常的生活作息，饮食健康，多运动；第四，调节心情，抒发压力。让我们一起幸运哟。